Hello， 大家好，看我这篇这颗 C 位的，这个叫地球天使。那么地球天使其实是一个，就我自己想想的一个意义法。其实这个意义法有点熟络啊，它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中文的翻译词叫城市天使，就是滚滚红尘的城，城市天使。非常符合他的名字啊，但是啊，不要被他天使般的容貌给迷惑了。当我把这两个垂头的盛花期的花顶上来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感觉他像个天使一般？很多人买那个这个花都是看了那个宣传照，就是广告照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包子型，是吧？或者说那种稍微再打开一点的，看这一朵，这个是吧？很多人就是看了这个买的啊，这个还不行，还没有打开。那么这款月季呢，种到这个程度，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，已经是，如果是盆栽的话，基本上也就是极限了，啊，地栽还可以花更多一点。那么这棵苗它的优缺点，以及我说它为什么不要被它天使之名给蒙骗，是吧？它有很严重的问题的，这个品种有很严重的问题的。不要受那个大头照蒙骗。我很少说一款月季这么说，用这么重的语气来说一款月季啊。这款月季真的就是为什么？因为它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啊，就是放在东面，西面半天阳光的位置。然后呢，早上浇水了，早上一浇水哈，马上白粉病。那我这里是南家，是吧？也就意味着他得白粉病的概率很大，所以你看现在很健康，现在很健康是因为他一直占据了我们家的 C 位，阳光最好的全天，是吧？从早上东面这么晒过去，晒过去，晒过去一圈到西面，是吧？全天阳光，就这么晒，然后就这么每天冲水，是吧？才没有得白粉病。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很怎么样，很热的情况下，对它来说是花期是缩短的，就是它是一个，其实还真的是三日伞，真的三日伞。下我们这南家的那个春天，我的第一朵花大家就可以看出来，那个日期我存在手机里面的日期做不了假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开到一个就是包子感觉有点打开的状态，到它花谢掉，是吧？几天时间看看，那个才是初春第一朵花。那么如果说在第二波第三波进入到夏天，它就不成波了，它只能零星的开几朵，就不可能像这一波是第一波春花，这上面都已经有很多头已经开谢了，开散啊，这里还散落了一些花瓣啊，是吧？为什么散得太快了，花期太短了，是吧？那花期太短了，以前像我把奥迪维亚，我说那可以推荐给北方一点的观众种啊，或者你们夏天根本就不会上到30摄氏度以上的地方去种，是吧？因为奥迪维亚它没有白粉病啊，它比较健康啊，是吧？但是这一款月季还不行，你真的把它推荐着给一个，是吧？北加或者再往北，是吧？你西雅图这些地方，是吧？温哥华这些地方，那你整个春天阴雨交替，那这款月季肯定是白粉病的啊。所以我说不要被它天使般的容貌给那个宣传照，我知道那个宣传照，我也是看那个宣传照买的，拍的太好了，
是吧？而且那朵花绝对是就是，当然它的那个夏天啊，花型还不错，就是它花型，哪怕是夏天也是有那样的可爱的包子型的，啊，就闪得太快，然后呢，就是整个生长太慢，生长太慢导致它怎么样，植株不够强。然后一旦有病虫害或者一旦有那种真菌感染，那么它整体的那个抗病性啊，其实是取决于什么？月季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它的新陈代谢越快，长得越快，是吧？你这波花结束了，你有点病虫害，坑坑洼洼被啃得一塌糊涂，或者说咔咔咔修剪掉，是吧？那新的出来了，那就搞定了呀，是吧？药都不用喷。基本就搞定了，就靠它的新陈代谢，你好好浇肥水就行了，是吧？就能够很完美，马上就是你这一波不完美，第二波也就完美了。但是它不行，它的整个新陈代谢太慢，所以也就导致就是说，很多人说这款月季很难种，是吧？那确实有点难种，但是在我手底下还是不错的吧。那么我在用肥上，针对它的用肥上就要做针对它的调整。怎么调整？我前天出了那期说兰花的那个水肥的调整啊，说兰花的复花用肥一个道理啊，没看过的去看一下那期啊，同样是小勺子嘛，反正比例不影响嘛，啊，兑水的比例是不影响的嘛，就是小勺子里增加点尿素进去嘛，啊，然后。我一直强调啊，我种花不是造火箭啊，没那么精确的。你放个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，是吧？甚至多的时候十几颗，都可以尝试一下，是吧？我兰花呢，反正是五六颗，多的时候七八颗，啊，那一小勺还是一小勺。那么以后这一波花结束，我修剪完，我就要用上那个我自己就是研究兰花。促进那个兰花的花剑生长的方法，来促进它的花剑生长，以达成第二波，看看能不能形成这样的跟春天一样的一整波上来，啊，我们拭目以待，也欢迎大家没有订阅的订阅一下，点上小铃铛，我们看下去，啊，这一颗橙是天使，啊，红橙的橙，也叫地球天使啊。我们看下去，看它未来的一个变化。那么我说到现在，可能很多人被后面的这个啊那个红色的大红色的吸引啊。我今天会出两期节目，第二期我就说它啊，记得收看。所以这款花呢确实很喜欢，但是如果说这么一说大家就不想种了，但是又很喜欢它的颜色，很喜欢它的形状，怎么办？有可以代替的啊，就比如说茴香酒夫人，茴香酒夫人会比它高大啊，宣传或者说中文资料里面说的那个高度啊，有误的啊，茴香酒夫人其实能长到1.5米、1.8米的。然后呢，我的播放列表里面品种的那个介绍里面已经有了，我去年介绍过，可以去看的，啊，看看像不像，是有点像的。那款花北方很适合，南方呢就是夏天高温呢，病虫害是没有的，就是摊大饼，然后呢就是它谢的不快，但是焦边，啊，橙色天使也焦边啊，我天天这么冲才不焦边，啊，然后就是有一款绒球门廊。绒球门廊可能以后的植株大小会跟它差不多，如果盆栽的话。然后呢，它的花呢是，以后我家有，昨天的视频给大家看到一眼，是吧？还很小，一个很弱的一个牙签苗。以后我种好了、种大了，或者种的心得，我会告诉大家。但是先告诉大家，它的花型、花色是很像的，那种包子是吧？那种韵味里面的红心是吧？而且它那个红是有变化的。就和龙沙一样，它是有变化的，它会根据温度光照的不同来产生变化。那么正常来说，像这些花，包括龙沙、橙色天使也一样，包括那个茴香酒夫人也一样，它都是光照越强烈
温度越低，开出来的饱和度越高，就是越红。那么如果说温度又高，光照就是那种又阴又闷的天气，那么它都偏白，对吧？然后如果说太阳特别大的，然后温度也特别高啊，也是偏白好像啊。那么很多花是这个特性，龙秋门廊到后面倒是会偏老花，就是花越老就是变得越惨白嘛，正常的一个很多品种都是这样的。龙秋门廊倒是花越老反倒是有点红晕晕开了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就在这里嘛，啊，那个开了已经两个星期了，感觉从初开到现在啊，虽然是一个筷子苗啊，那你看它有点红晕晕开了啊，不太焦边啊。真的这款月季到了我家也就才这么一个月不到吧，那我觉得我对它期待满满啊，到时候种了整波整波起来大家再具体欣赏。哎呀，我说的是城市天使，怎么又说到其他东西了？这题跑的啊，不排也不算白跑题吧，就是主旨就是什么，就是大家买一朵花，买一颗花来种啊。我们不是说买鲜切花拿来插吗？还是要看它的性能，还是要看它的实际表现的。所以我的这样的频道的风格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，是吧？如果都是看大头照，都是那种一朵花两朵花的拍，甚至各种美颜，那你根本不知道那朵花或者那个品种到底是怎么样啊。所以喜欢的观众订阅点赞小铃铛点一下。好，我们下期说这里，拜拜。